那当然了，那可不得努力一点儿。对，我感觉就大家都弹下去了，就我们几个没有弹下去，多尴尬呀！就是只要不犹豫，就会下地了。亲亲你脸庞，baby，想和你结伴回。对，玩那个游戏根本就不能犹豫，犹豫就会输掉，就是不能当老实人。他们说我太老实了。对的，随便说嘛，没关系。那还不是你问的这个问题，和亲亲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在我的上游，我才会输掉这个游戏的。多好啊！而且我不是不开心穿裤子，是不开心输游戏。不要那么认真吧，我很开心的，我很乐意。Hello， 晚上好 ，Hello， 亲亲你脸庞 ，Baby， 下课离接班回家的路上，边闹边玩就像打仗，有你呀，我呀，有你呀，我呀，啊，亲你呀，我呀 ，Come on，Let's go， 打开手机，音乐在播。他们应该会看到我一直在晃的吧？我跟着这克星，太好笑了！我不是不要整这些东西，不要整这些有的没的东西。什么你是我的克星这种？哎，不是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刚刚谁送给我礼物？当下反应就是啊怎么哎 ？Hello， 晚上好，谢谢干啥啥不行跳河第一名送给我的蛋糕，跳河第一名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今天发型好看，今天做的 MM， 今天姐给我做，我也觉得好可爱。做完之后他们也这么。这个是我是七大，嘿嘿，做了一个小点缀。谢谢割肉小能手送给我的秋天奶茶，谢谢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今天已经就是要到二十场，等后面就可以跳这个 unit 去啦。我开心，我就觉得应该是只要 MC 开心，你这场公演会开心。水染我最喜欢水，我都喜欢。然后我就把捧花递给下一个朋友。你们根本都不知道，今天跟我提这问题的时候，冉冉和水水他们那个眼神，娇滴滴的看着我，都这样，就都这样喊我吹吹，我就天啊，怎么办？就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真的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双十一之后会有结巴吗？会的，会的，我会安排起来的，好吗，大家？亲亲你脸庞，小孩子才多选择。Hello， 晚上才没有，他们是直接对我好吗？什么叫做错觉？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。别人是直直的对着我呢。Hello， 你说你那是的，是的吧？可能。谢谢 Kyo 送给我的糖果，谢谢送给我的恶魔头饰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弄首音乐听听吧。我也是，我就像一个尖叫鸡一样，对，好有意思，好有意思，对吧？而且我们我就说选 MC， 我就说选这个吧，我说这个可有意思。谁呀、啊？谢谢。直播打算播到几点钟？我打算播到12:30左右。先说，我拿个因为我们点了海底，不是点了水果捞，但是可能会晚一点。今天结束完就是特别想吃水果，感觉好几天都没吃水果了。头发捋捋。谢谢休闲泡椒鹅送给我的糖果水果。其实我们是想说去吃海底捞，有点，但是今天现在下雨天去的话得很晚，我们明天早上本来我们要排 unit， 因为时间上就是 unit 成员，然后就是他的时间有点紧张，所以我们明天打算一天把他弄。他们准备早上8:30来敲我的房门，不，一开始说的是6:30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厉害。然后他们问我几点钟，我说你们真的6:30就可以起来吗？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他们说几点，然后我说9:30的话不一定能够，9:30是一定不能够，但是我10:00是一定的，所以我们定了明天早上10:00排练这样子。不会，我们约定好了就不会，约定好了肯定不能迟到呀。
Hello， 晚上好，你们晚上好。Hello。所以其实本来是有点想去插队，可能等会儿下了直播之后吃点水果呗，然后就洗洗睡觉吧。对，明天还要起床呢，可不是。嗯，水果布丁啊，我们点的还挺多的，水果捞其实还行，但我晚上吃的挺饱的。但就是公演完之后就还是会饿，感觉鼻子好看，我的鼻子。你说不止鼻子好看，其实我觉得鼻子很就是第一个人的气质，但是我觉得眼睛也很重要，因为眼睛的内容很重要。谢谢周是周周送给我的糖果，谢谢。周日结束完再吃点好的。周日结束完我们好像也要拍嘞，要不然可能下午场公演会想出去。今天发了工资，心情、哦、发工资了，心情一般，就很平淡。太好了，但是发了工资还是很好的。谢谢三只小猪送给我的玫瑰花，谢谢。测试。对呀、啊，我今天就是得出来结果，就是不能太认真，就会输掉比赛，输掉游戏。哼，可真的当下真的很难判断，我真的很难做选择。鸡翅。谢谢芳芳是一只猫送给我的糖果，我的脚像一个小跛子一样。这是谁的老板呢？这个你可以用，你直接放就好，没事儿的。放上门，放一下。就是有点危险，我昨天还没感觉到我脚踝怎么，但我今天早上起来行动的时候，感觉那里有一根筋，就是危危险险，很怕把它扭到。然后今天下来的时候，今天去场的时候跟娜姐一起过了一下正常，但是我就觉得太危险了，所以就跟老师说了。谢谢猪猪四饼送给我的20个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。现在应该是热敷，24小时后是热敷，我晚上热敷一下。然后去剧场的时候买了云南白药的那个喷雾喷了。谢谢 HCG3 送给我的是个秋天奶茶，谢谢 OneNote 送给我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你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。谢谢小小的糖果，谢谢小小的糖果。Hello， 不痛。对啊，喝碳酸饮料就是会。其实我的膝盖上面还有点紫了，胯这边也有一点点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有没有糖果。倒霉。蛋真的是倒霉蛋，昨天晚上张总过来看我，问我怎么样，然后我们还跟欣欣说了这件事情，他还形容说我们两个人像什么，像那个叫什么橄榄球是吗？是叫橄榄球吗？昨天张总说我们两个人被撞到的时候像橄榄球呀、哦，这样的是什么保龄球呀？我在那里笑不活了，我在那边一直笑。今天早上醒来感觉到的疼痛感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、啊。昨天还一直笑呢，真的是。没有失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， 就太有画面感，太过于生动，就真好好笑。就怎么这样？就是早上起来之后，只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，真的是。谢谢小咸鱼送给我的一个糖果，谢谢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就是我们昨天过，就是过马路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有一辆轿车停住了，他看到我们他停了，然后结果从轿车那边冲出来了一辆电瓶车，骑得很快，一下把我们两个人给带倒了。然后就说实在话，当时真的，我后来昨天晚上睡觉前想着还是觉得有点吓人。右边就是太快了，一下子就给撞上了，有点懵，真的再想到都觉得很懵，有点，就像保龄球一样。你为什么突然跟我换位置？好香啊！吃哪里来的饼啊？没有饼，我的鼻子真的在闻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鸡翅啊。
是吗？那我等一下，这你先回答一个问题，是因为本来我是做我是。花了，谢谢小鸭木小雨村雨宝宝送给我的糖果，是是谢谢为什么不 b a 萌萌送给我的恶魔头饰。每次站在左边，就是我们的舞台左边。是因为我怕天草问我的问题，我答不上。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我知道你要问问题问天草，所以我才给你交换了一下位置。啊、真不错，真是因为你想问问题问他，所以保证了 MC 的。就是大家自然的效果，所以我就给你调整了一下。哇，小时候看不出来呀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。然后我们两个人当时就是还有路人过来看，然后就真的挺狼狈兮兮的。然后我们就很懵，反应过来说那个人就说了一句说：“你们怎么往这边走呀？怎么的？”然后就走了。就是 OK、嗯，谢谢阿嘎送给我的荧光棒，谢谢工地搬砖的骑士送给我的50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小倒霉蛋，但是我想了，他要是再这样子骑着，以后说不定还是会出事故。他不能这样骑着，真的没有电瓶，就这样子，真的太……我也说他。主要是我也是第一次，我真的挺吓人的，老实讲，有点。你要想还好没什么大碍。谢谢梅姨，这你别说，我真挺会安慰自己。我心想，这要是被那种车撞，天哪，太可怕了，太痛了。小树是 K 我是麦哦，小树那赔医药费。对呀、啊，我跟我朋友说了，我就之后、啊，然后我们就去跟。那个跟张搜接着去吃饭，我就把心情都破坏了。本来张搜过来就没待几天，然后找我吃饭，好不容易有时间一起吃饭，把心情都给弄坏掉了。然后点了个那个蝙蝠快药，然后我们辞职，因为爆炸打劫，给他现场打劫爆炸在饭店里面，惨惨兮兮的。因为我觉得可能得养一下吧，就是，应该没什么大，就是不能太活动，得养一下它可能会好一点。之前脚腕疼的时候也是得躺一躺，养一段时间才可以。不要都可以，不要做都可以，女孩。不要做都可以，女孩，不要做端水女孩。什么？我就是，哎。虽然是本心，虽然是本心了。Hello Hello， 我喷了。好人啊，小树。嗯好，那是我们没有那个榜，就只买了纱布，但没办法，我们就想，我就在那里给他打了个结，真的好笑。小树嘛，然后我说小树。水水染人选一个。很想。我都选。三个，就是我们今天。不知道，都没留意，他就走了。你看我因为我就喜欢玩这种击鼓传花，多有意思啊！大家在快节奏紧张中，然后说出自己的真心话，太好笑了，我就很了解，是吧？就是水水还他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里小心思在想什么，对的，不愧是我的室友，对呀，真的。我会有哎，你们当时那轮真急死我了！你们都说什么自己不会游泳，我也不会游。我来救。后来发现自己对，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的。我只是想好那个问题。问我什么社死问题啊？就有的问题会很无聊。推一下纸尿裤是什么东西？大家也都辛苦了，大家也都辛苦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。互相说。哎呀呀！呀呀。整理一下我的仪容仪表、啊，但是还好吧，我不太会推销，只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后面就是控台要放一些什么内容，而且你知道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，姐姐就跟我说，她说我已经想好给青青放什么话，放什么，超这什么东西？我在说啊，那什么呢？可以放人吗？放人来推销，推销的。不知道哎，也可以吧，应该。对呀，放人，那我可会夸人了，我太会夸人了。染发膏，你说对啊？对啊，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，那天就是今天讨论的时候，我还在想说，是不是给你放的就是染发膏，绿色的。很有可能嘛。
姐姐都说她想好了，我都想可想。我不做选择，我都有。我觉得这两个游戏我都可以，我觉得都挺好。为什么都不能把握呢？我们已经不能左右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还让自己同时把握两个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我就说太有，我说太有道理了。真的，任何选择，你只要说人什么世界上不能左右事情太多，你立马就会宽慰自己，让自己做出更多的选择。真的，谢谢 Clock 送给我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我觉得青青和天慧谁更喜欢我？那要采访一下当事人啦，你觉得你和为什么要采访当事人呢？他是问你的问题，不是问我。呀，原来我说话是这样说话吗？也太讨厌了吧！我也是这样说话，就好讨厌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是，就是啊，我可能就是加了一点油腻的成分在。不要这样的，我现在就在。你让我在禁止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你是可爱的，我是油腻的，我是很夸张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做什么会。Okay, okay. 但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是想让你说你自己了。什么？我说我自己？就是你说你自己很油腻。哦哦，没关系。他们说你加了好多点。加了二两油。你们说，那你来回答一下吧。谢谢紫竹流明送给我的气球小熊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好好好好好，今天没想到回来公园还听完，今天雨下的还挺、啊、挺大的，下雨天出行就是会很不方便。你们出行要多注意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跟张搜两个人就出了那个事儿之后，我们后来在逛的时候，就是过马路，我们俩都不行，没到红灯不能走，不能走。然后又说看好了看好了，没有车才走，真的是应激反应，我们俩真的害怕了。对，你们也是要多注意下雨天出行的时候，车。把我的领口扯过来一点，谢谢居居118819送给我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啊，好聊啊，我们在接下来说点什么呢？玩个游戏？不行，两个人根本玩不起来什么游戏。拨浪鼓过马路。唱歌，我现在都有点感冒呢，还有唱。昨我还看到大家说想看我唱歌，但是我今天出发前还赶紧买了感冒药。但我昨天加了就是毛毯之后睡觉，感觉会好很多。因为昨天晚上其实算是真实的降温，真的还好有。我真是太厉害了！你不是说让我吃吗？你都吃完了。没有啊，这不是盖吗？我小心眼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 Ricky 送给我的南瓜派的手，我还洗了手，但是我没有用手，我用嘴把它吞进去，然后把骨头吐了出来。哇，我好厉害！这有什么厉害的？我爸说了，会吃鱼的人都是鱼从左边嘴巴进，刺就从右边出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觉得他夸张了，但是我听他这么说法，好像挺厉害一样。也有道理，虽然说我吃鱼的时候好香哦，谢谢。好快乐！说的不会夸夸是什么？路飞，这不是基本操作？竖你可以吗？竖你肯定不行。怎么操作？就是把它吞进去，然后直接用嘴巴吐出骨头。我为什么要呈现这样子一面的自己呢？快模仿我！ 你要把我恶心回去！快快！我就没有什么偶像包袱。不是，我真不喜欢啃啊。吃的蛮不错的，我粉丝说还蛮好吃的。今天的封面是我们就是那个穿裤子。你说是我们还是我们？我们呢？我们是指很多个我们吗？我们是指我们两个人还是我们？整个队。OK。No， 当然不是整个队，那值得我说吗？那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？还有什么吃的？我还点了水果捞，点了好多好多，但是下雨天派送就会很晚，我感觉它要掉怎么办？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。就做的那个水果。谢谢随意而为送给我的糖果，
用手抓着啃，那我真是有点原始哎。原始，太香了吧？有啥可笑的？谢谢看到恶魔天使。谢谢十三幺零工话，我应该没有很感谢吧？谢谢上面工话。有被内涵到，但是我觉得披萨，披萨就是要手把它这样子拿起来一块吃才好吃，戴手套都不算。喝了雪碧真的很容易打嗝。他笑什么？不许笑！他们也不知道我干什么。就你就擦嘴巴嘛，这有什么的？那这就很正常啊，我刚才都那样了。挺好吃的呢。特殊公园有排吗？没有，现在还啥都没排，但是应该快排了吧，反正也没隔几天了对吧，我们还有一场公演呢。哦，咋了？你也可以吧。我在尝试。太好笑了，小叔在尝试，刚才还说哦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自己呢，然后就可以尝试了。我在尝试，真香。就换了对，还有一周，没有一周了，就是下周呀，怎么会一周呢？我们还要排16人去呢，应该没有几首吧，最后两首歌不好吃，好吃死了。哈喽晚上好，哈喽晚上好。给大家放一首迪士尼的歌曲怎么样？好的好的，随便放什么都行。我问你了吗？那我回答一下吧。给大家放一首很温情的很美好的歌，大家猜一猜是迪士尼中的哪一首歌呢？谢谢居居118819送给我的66个荧光棒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老哥，想听播放列表第15首，还有这种操作的？那我是免费 DJ。下个铃声不是跳过吗？下个铃声什么样的措施？好，给大家听一下。是不是很棒呀？对，今天发型姐姐还跟我说，说你这个很像。是我在找，但好像有点放不进去视频里面。我老公。谁呀、啊？哦，这首歌真的很好。我今天在那个后台的时候，在那个放的时候，然后玩着骑的时候，是这首歌，太喜欢。天哪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模仿小树哎，我模仿出来完全不行。是笑屏吧？现在干什么？我没有说你，你更加没有资格说你自己。好好，我还是有资格说我自己。啊，听这首歌我就能想到那个灯，是孔明灯吗？就特别降落在那个湖面上，男女主角在那个划船，太美了。别说这些叫什么来着，名场面吧。还有那个阿拉丁在那个飞毯上那首歌也很好听，男女主的对唱。加点东西。好的好的。话说今天大 MC 的时候我都震惊了。我今天我是第一次站第三排吧。你居然第一次，我天天站最后一排。哎呀，哎，没有，我跳就差一点点的时候好像有站过，但很少。但是就是得有这种彩蛋，就是有的时候大 MC 我还觉得还蛮丰富的，比如说今天倪佳怡，对，说那个我还觉得哇哦，好拽哦，酷 girl， 我觉得真的完全想象不出来，我也觉得这是很好笑。对啊，站第一排站前面是可以，但是如果后面，但是我不是今天没有 unit 曲吗？开始站第二排的时候，我感觉。
大家换装的时间会很着急，第二排人，所以我觉得我就站一下第三排。对，真的，我去抽张纸巾，我要掉笔。就是说这大皮鞋的时候，说这 MC 的，就是我听着听着就热闹了，没有什么这个。老实讲，我只是第一次赚钱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赚钱很新奇，但没有感觉到它多么的不易，对吧？现在，哎，我要星巴克转的时候，其实早上好早了，6点多要去排队。好的，我今天晚上再好好喝一下我的感冒药，压下去，把感冒压下去。呀，我得打回去，怎么办？来了，我的水果捞到了，叭叭叭叭叭。现在可以看到吗？感觉他们也看不见了，看得见吗？快去拿，他们让我快去拿。快去拿，我就下直播了。我下直播了，我就不能跟你们聊天了。你们自己做选择。你可以在这里。我现在就让他们做选择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。全都要了，那我怎么分身呢？你看。去拿吧，下次。哦，这是真心话吗？青青的声音，青青跟我一起一点的。谢谢要吃饭的卡比君送给我的荧光棒。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喂。他们说让我拿着手机去，但我会不会网络会断了？会的，会的。还不如把他们放在这里，让他们把你们搁在这里。那我们去哪吧？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那我们先撤了，大家。先撤了，大家。自己打牌吧。天哪，我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，我。走吧，现在就走，不要犹豫。出发。出发。一会儿办呗，他们在催我快点走。怎么了？真不知道，我会回来。我真不知道我回来，你们还在不在？走吧，拜拜六。走 ，Go，Go！ 你怎么把声音关了？可以跟他们放歌听啊。我不要，我要让他们安静的进行直播间互动交友。这样多干了。哎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绿色这样的床很好看。对啊，绿色就很好看啊。又青春活力又显白。等我拍下照片。
家人们，何阳琴一直笑我，不跟他玩。家人们，你们不知道，太好笑了，我觉得应该把他们带过去的。没有见证刚才有多么精彩。我要去洗个勺子，我就因为他笑我生气了，我连我的勺子都忘了拿。你又怪我，你又怪我，你自己忘了拿勺子，怪我。不是怪我自己，然后我又想怪你。什么？怪我怎么？想到了我。搞点东西七七八。对啊，来干杯。我又不是杯，我是这什么？啊！开始吃。哎呀，我今天都忘了拿那个什么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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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果真还是得拿吃的呢，你看拿了吃的就续上了我的活力，可以跟大家边吃边聊。你们刚聊了啥？你们好久不见，我跟金说我们本来说很快，结果在底下聊了十分钟的天，恨不得。对呀。那这能怪谁呢？只能说我们情比金坚。情比金坚。风流倜傥。他小时候在前面走，我在笑，他说你笑什么？他老笑我，何小琴老笑我。然后是说他就说他自己风流倜傥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走得很风流倜傥呀，怎么了？ Hello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嗯，生活还是很美好的。有东西吃当然美好了，有事情做也很美好。是的，是的。今天 MC 很快乐，也很美好。给你们吃。自己把那个雪碧踩到。好吃了。什么？然后我们在楼下还碰到了谁呢？你可别说了。我不说了，就是碰到两个穿条纹衣服的人。谢谢李爱送给我的南瓜派对，谢谢。你已经说的够多了。谢谢，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，谢谢你。嗯，万圣节可怕。好好吃哦，水果还是过真的很久一段时间没吃水果就会很馋。对呀，水果好吃又营养，给你健康和美丽。放歌这是你自己唱的歌曲吗？当然不是啦，它叫《水果之歌》，你可以搜一下。有没有《小树之歌》？啊，你可以自创一个。给你放音乐。嗯。放什么嘛？都行啊。你放嘛？对，放《水果之歌》。我今天吃太多东西了，我都好吃。玩具总动员的歌曲。我今天的炒面还没吃完呢，我今天上我都吃了，我吃了好多晚上。谢谢，既然想就这么早，紧爸爸爸送给我的糖果，谢谢。我也好想下雪。大家说完万圣节就开始说圣诞节。哎，可是上海好像都不怎么下雪，我真的很欢迎想下雪，我要买一套圣诞节的穿搭。你可以去北方。好冷、哦。对啊，那下雪就是很好玩。你跟他们说了吗？你跟他们说一声到了。哦，对啊，我。没跟他们说，我们吃完了都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哎，我没有对过雪人，但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出去玩雪，真的是他那天晚上下了很厚的雪。是八分钟前问我说到了吗，是不是水果到了吗，我说八分钟之后的现在了，我快来再吃到好好吃嘻嘻。我真的是，但也还好，就八分钟、啊、原谅我。他会原谅你的，毕竟你们 是不是北京啊？反正我今天还问了谢漂亮，我说是不是有的地方下周就要下雪了，他说北京就是。
毕竟树和水都是穿同一条的同一条裤子的兄弟了。嗯，他怎么会怪你呢？周末要下。就是在北京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下很厚的雪，然后那天真的已经挺晚了，还是很需要四季分明的。说的是第二天雪就会融化。拜托了，上海，我去年上海下了雪的，但是好像只下过一场还是怎么样？但是我。那段时间的我没有很活跃，知道外面下雪我都没出去的。今年一定要见上，一定要见上下雪。感觉这个雪好像降好好吃、哦。今年如果下雪会堆雪人吗？我不会。为什么？我想起了就是那种南方，他会那种。因为我长大了，我不再是一个有耐心和童趣的小孩了。你是，这是我的实话。你是。我会想圣诞节要打扮成什么样，然后想要拍什么样的照片，然后想要吃什么美食，然后想要看什么样的电影，但是我不会去堆雪人呢。你会的，小树。但是我喜欢看别人发他们堆的雪人照片给我看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觉得你现在说你不会，但是到时候下雪了你就会了，你会真香的。真的吗？因为难得下雪。那上海你可争气一点，赶紧给我下，还是要下大雪那种我才能堆得起来。真的。上海的雪堆不起来，他们都说。对啊，就很小，薄一点，就是落到地上都成水。真不错，但是好恐怖哦！今年马上就要过完了。你在说鬼故事？鬼故事，还有两个月，马上就要元旦了，小树。我这个穿搭给你那样，我本来今天穿的是一个绿色嘛，上面有个很可爱的狮子，但是大面积的绿色配紫色，我觉得太像茄子了，但是我又想让我的颜色多一点点缀。所以我就把它搭在了我的肩上。对呀、啊。谢谢。果真还是吃水果就好了。我吃了这个也没办法说吃什么海底捞。刚好。吃完和大家聊天，然后卸卸妆，然后就睡一觉，明天早上起来奋斗。我也觉得。想看一下那种各种年度爆表了，年年都这种感觉，真的也有道理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你一年赚了这么多钱，可是他们是怎么从你这出去了呢？真很神奇。那么多钱吗？哪有？有香蕉，有芒果，有火龙果，有香瓜，这叫做缤纷水果捞，它的专业名。那疫情的话是根本就没有呀。讨厌疫情啊！疫情快离开地球吧，快离开吧。确实，结了狗就算了。对，到时候那就再写吧，写什么年度小结吧。哦。但是钱，就是你要是花在了该花的地方，我觉得都能接受，就心里都能接受。要不然的话，着实有点难琢磨。这还好吧，就是你看，我妈就是觉得吃和什么这些都挺那个，因为吃是吃到自己肚子里了。对，民以食为天嘛。谢谢钻钻送给我的秋天奶茶，谢谢。我要说什么来着？我要说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绿了好几个月。哦，吃到带网都嘴里。可是我纠正发音也没有完全纠正成功吧？我感觉我今天说了一个什么发量还是什么，我说了什么来着？有点奇怪了，瞬间是对打断了，我就想不起来我前面要说什么。我还买了一个双切芒果，那何必呢？我这里面全是芒果。只看数字的话，所以在想，我什么时候花了这么多钱？明天还可以吃吧，放到冰箱里面应该。但是
但是你又看账单吧，又觉得哦，这些钱也确实该花嘛，也没有什么特别乱花，就这么觉得的。但是又感觉，嗯，好像也没有买到什么东西啊。很甜的，他家的水果好好吃。你们别问，你们问了晚上把你们都给看饿。难兄难弟。就这翻译我也只播了两次，两三次电台了。很合适晚上听吧。过年好。但是我最近睡得还可以哦，大家。嗯，睡前喝杯牛奶，不知道是心理上还是怎么样，就是真的能促进睡眠。我不知道哎，我只是我妈说我的时候，我会这样告诉她。我也太能吃了吧！今年等圣诞节完了就要过新年了，嗯，除了圣诞节应该最喜欢就是新年了吧，跨年好棒哦。还好哎，我元旦我们放假吗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会不会有联合公演，我倒是希望有联合公演。对呀，我今天就是去公演前，你快要自由了，好想过年。我说的什么来着？什么什么？今天我坐电梯的时候，我说了一句什么来着？说什么时候？哎，我什么好想赚大钱？哎，我怎么说来着？你说好想成为有，不，这是你今天中午说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今天出门之前。你就说想要变成有钱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感觉之类的吧，不知道。突然理解，我之前没有理解。你昨天怎么今天突然跟我说这个？不知道哎。然后我还特别自然的接了你这个话题。对，你还说啊、哦，对啊，就是要当有钱人就可以包养你的朋友们。我没有这样说过，我只是说，如果我变成有钱人的话，我就可以让我的朋友也不用工作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玩耍，然后一起住在。就像我老友记，我就觉得很快乐。但是我看怎么一下子把我的话发生了某种心理上的改变。就我看《爱情公寓》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好像其实也没有特别有戏，但是就是很快乐。我今天突然发出这个感慨，是觉得不知道哎，我就觉得好像他们说在做一些美梦了。上帝快点实现，需要做一点美梦、啊、上帝快让我的美梦实现，快快！就是突然是我以前听听我的声音，快听听小林的声音。但是我现在突然觉得，就是说，可能会能够让你少一些就对未来的害怕。我知道为什么你说的，是因为你害怕。对，是因为我害怕，就是不知道哎。就是可以怎么啦？静静说出来，让我帮你分担。虽然我也不是什么有钱，怎么分担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这么说，我应该得问问你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焦虑。怎么样？今天给自己定个小目标，今年攒几万块钱。你认真的吗？打扰了好吗？从现在，从焦虑的这刻开始攒钱。既然找不到盼头，那可以找点盼头。光脚不怕穿鞋，一点钱都。吃完了，很心动。花大钱的感觉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你看我这个绿毛衣上的。圣诞节大狮子。没怎么过过圣诞节。但是这样穿就不单单没事，我小时候这样好，上大学好多票。啥？我是粉丝，我每天都想着赚大钱，投很多票。那也太有爱了吧！有钱第一想到的不是自己，想到是我们。嗯。
现在几点？48，聊到55怎么样？聊到55。啊，7:48，怎么回事？不，我就不爱凑人，我就喜欢考55、45、35。但是如果我们说的多，也是可以凑个整。主要我今天回来是真的有点晚嘞。你们看看你们这些不睡。今天是我，都在熬夜，耳边有蚊子，空手徒手把它抓住。没有，我就只是随便一说，大家不要开始就是讨论这么如此现实的问题。我也是这么想。今天 MC 说的挺满的，是这样子。他们说可能是我们今天 MC 说的比较满，所以过来去玩。对吧，我要去某宝上淘一个同款，而且它上面你看哦，看得见，你看这是个小兔子，我说这不是我吗？我做造型的时候我就跟姐姐说这不是我吗？姐姐说你是小兔子，我说嗯，早不，这个事情是王瑞琪的，我借他的，还借到我的直播间。哦哦，再听两首音乐。秋风落叶飘下来的时候，我还有那个呢，就是一个双拼，我点的有点多，我得放冰箱里面吃。对，但有的时候点太多了，就是没有吃完就很浪费。那你也吃的也太多了，7:00。我也是，我就是这几天我在我们房间又看到我的，很神奇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。对，神秘代码6831139，嗯嗯，好。过年穿冷，我穿短袖不冷吗？我外面是穿的毛衣了。还好在房间还行。吃水果呀，吃嘛，多吃水果对身体。我这两天感觉我醒了之后就感觉想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不是干的还是因为没有喝水，就说喝水多了，但我感觉没有喝水多，因为我一般就也不怎么说话。对呀，过年没有回去，说今年。我来玩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效，我的脚今天才开始的呢，得休息两天吧，可能这样子。确诊还照常去上课。小鹿，那就不会隔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这个只要一眨眼，他就会。那就是会冒出来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花里胡哨？是吗？加强针没有哎，有说要打加强针吗？
是吗？那就玩玩这个。响应国家号召，装备。像真的动物，真的假吗？你要夸我像鹿，我还是挺开心的。夸你呢？夸谁？夸。夸你自己。因为我用了一个小特效。你们都打了。就是那个鹿的。哦。他为什么没有更新特效呀？因为没有更新万圣节的特效。谢谢你。是的，现在还是万圣节的礼物。不知道今年圣诞节会做什么特效，应该会有拐棍糖，会有戴王才不会放过你。你是说礼物吗？对呀、啊，姜饼、太对了，还有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怎么像一个冰贴呀？会有圣诞树哎！哦，圣诞树。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节日。这应该我正好合适这种有的没的这种耳朵。还行吧，这个潜水。不知道是小狐狸吗？但不知道上面在撒什么，一直在转啊转，蛮炫的。我都以为今天要跳不锈钢了，看了好几遍，确认今天是跳蝉。我都很喜欢我今天的穿搭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很开心，我觉得在那。刚刚我去取那个外卖的时候，看看还有什么，好像其他都没有，还有一个猫咪头。我觉得就很傻乎乎的，这是傻乎乎的。嗯、我也觉得这个字。当然，我的发型是根据抓娃娃的话，它就只有比较小的给你们看哦。娃娃机。不是我。哎。不是我的 Unit 去适应我的发型。就从天货那边学到，他可以把嘴巴这样。没学到。你知道他怎么做的？我没有不像不锈钢呀，我就只是。担心，没准怕我看错了，因为我没有那个什么预习。他都跟不上我的，他的身体跟不上我的表情晃动。什么？我很专业。我不帅哥吗？你不帅哥吗？潜水镜。哦 ，swimming， 这个还挺。挡住我的眼皮了。就可能很久没有穿黑色了，因为我平时都穿的比较色彩，就各种颜色花里胡哨。就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那种。好了，我要准备下直播了，感觉。给大家一一展示完我的品种，然后下直播了。不然穿黑色就好。拜拜，给自己苦的。晚安，拜拜。你知道我们今天跟那个，哎呦，拜拜拜拜，好好休息。跟那个什么，谢天一是吧？拜拜六，拜拜。好的好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啪啪，谢漂亮。啪啪，天气好。就这样子，你知道吧？太好笑了，好想你，那就。